接下来我们欢迎杜牧。我的父亲就刚好恰如其歌名，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安静不多话的人。也许很多父亲都安静不多话，但是呢，我的父亲他是真的是严肃到了一个极点。在家里面，他就是只要一个眼神，我就知道我要拿水；他一个眼神，我就知道我要拿拖鞋。因为家里面的关系，我父亲不得不去新加坡工作，然后他已经去两年了。我很想念他，然后我想跟他，我希望他可以知道是，我希望以后每年的生日都可以跟他一起过，因为我是我爸爸的生日礼物，我跟他的生日是同一天的。我再也不希望要飞去新加坡，然后跟你玩个几天，我就要回来又看不到你了。在海外辛苦工作的父亲，是杜牧心中唯一的偶像。然而思念父亲的他，在彩排时看到父亲的照片，情绪就已无法控制。演唱情绪深受影响的杜牧，今天能完整诠释这首歌曲吗？鼓励，谢谢杜牧的演唱。好吧，现在在哪里？他在新加坡。如果说每个人都有信仰的话，我相信我的父亲绝对是我唯一的信仰。我非常非常尊重他，因为他任何事情都是身教胜于言教。他真的是一个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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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秀的人，然后我真的很爱他，真的。好，我们听老师讲评。一个女儿可以崇拜她爸爸崇拜成这样，这是非常困难。像我女儿就不太理我。
看做父亲的有多么的嫉妒跟羡慕啊。对，因为其实真的你要当了父亲以后，你才知道真的父母的养育之恩。那我觉得今天的所有题材里面有很多都是讲到家庭，讲到父母亲，我觉得这是这个节目非常成功的地方，它有教育的意义。那我觉得像嬷嬷这样子的歌手，你可能在一路都是父母亲非常的倚重，非常的疼爱。那他看到你在台上这么好的表现，我相信他也会与有荣焉，非常高兴。只是今天这个歌唱得不好，加油！好，好，我们要看杜牧的分数。好，平均到8.4之间，恭喜默默过关。我想要跟我爸爸讲，是我真的很想他，然后如果他看到这一段，他应该会很难过。可是我想跟他讲说，叫他不用担心，然后我会照顾好自己，然后照顾好妈妈还有弟弟，然后他在国外工作真的很辛苦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快点回来，然后我在这里等你，你永远是我最爱的那个父亲。最后一位，我们欢迎